我叫阿布扎尔，来自哈萨克斯坦。我现在是东北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一名本科生。我2019年留学到中国，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得特别好。在中国，老师们对我们好，老师们教我们的也特别好。中国学生也是认真学习。而且在中国学习环境特别好。在中国，电子产业发展得特别好。在家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也是，来到中国以后，我可以在家在淘宝、拼多多、京东这些软件上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在哈萨克斯坦这个还没发展，所以我想好好学习，好好学到从中国，然后待就在哈萨克斯坦。我在哈尔滨已经3年了，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家乡。我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，然后在这儿好好工作，然后。在这发展，为中国、哈萨克斯坦合作交流，做出努力。哈萨克斯坦加入一带一路以后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很多哈萨克斯坦的学生来到中国学习。